近还在用，就是丁丁这款游戏的是非常有特色的 MMORPG。 它最大的几个特色呢，首先是我们有一个真武侠的一个战斗，那么这个战斗呢，它是目前在市面上在 MMORPG 这个领域最有竞争力的，它包含了非常多的动作元素，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比如说像格挡、轻功，然后在天上的连续的跳，包括和整个场景的互动，我可以站在跳到房檐上面，然后对着房檐下的人发起攻击，那么对方可以跳起来打我，那么双方可以在空中互相击打，还可以互相借力，然后玩家之间还会有打断啊、击飞啊、击退啊、连击啊这样很多格斗游戏的元素，那么这些内容都是在传统的 MMORPG 里面没有的，那么也会给就是他们已经给中国的玩家带来了非常欣喜的一个感受和变化。那么我知道国外的很多玩家非常的资深，而且很多高端玩家对动作游戏是非常的迷恋，而且很精通，那么他在这个顶级里面呢也可以找到这种动作游戏的感觉，这个是 MMORPG 里面没有一般的没有体验到的东西。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一个江湖的一个社区的感觉。那么传统的很多游戏呢，它的社区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的规范，或者说是比较的严谨。那么九阴真经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整套的江湖体系，那么玩家在玩这个江湖体系的时候呢，他的行为是并没有做出太多严格的界定的，就是自由度比较高，你可以去做很多奇奇古怪的事情，但是呢有的事情呢它是有善恶，就是它是破坏规则的还是遵守规则的，它是有这个大世界的原则，那么基于这个原则，玩家就会有一个善和恶和他的这个做的事情是不是叫做遵守所谓的一个道，或者说叫法律。那么有了这样的玩家以后，我们自然游戏里面也会出现另一批玩家，这批玩家会叫做可以去制止这些玩家的行为，他们之间会产生冲突，当然也可能产生协作。整个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体系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它和传统游戏就是分成两方开始打，或者说是就是我杀人就是不好的人，然后我没有办法去阻枪扶弱这种感觉，这是不太一样的。九阴真经里面就是你做很多事情都会承担一些后果，那么也会有其他的玩家过来和你发生交互，他们去干扰你的那个后果，或者让你的就是用中国的话说叫做一个是恩怨，一个是报应，那么这两个概念在游戏里面做的体现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玩家之间的交互手段很多。可以，王源，你可以给我们的欧洲玩家说几句话吗？亲爱的广大的欧洲的玩家，大家好，就是关于这款游戏呢，它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向广大的玩家了。那么我就想说的是，这款游戏和传统中国的游戏，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玩过中国的游戏，它是不太一样的，它和你们玩过的一些西方的奇幻的，那么还有像大家自己都很复杂的一些，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首先第一眼看上去它就是非常的有特点，希望你们能够看到这么新奇的东西以后呢，能够仔细的去体验一下，去尝试一下，那么它应该不会让你们，这款游戏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也可以在这款游戏里面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毕竟它是一款网络网络游戏，你们可以认识到很多的朋友，希望你们玩得愉快。Give us an outline of what the story behind Age of Wulin is and how this progress with the character. 告诉我们一下《九阴真经》的背景故事和它如何影响到玩家在游戏里。九阴真经的背景故事，它是发生在中国的明代，然后是大概是在叫明成祖之后的，然后是叫近代之已经结束的那个时代，然后是明朝相对比较中兴的那个年代。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社会相对比较安定，那么武林中很多习武之人呢，更多的是叫做拉帮结派，然后他们之间在江湖上面有一个互相争斗，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同时我们基于这个社会的大背景，那么给不同的玩家设计了不同的这个叫做游戏剧本，那么玩家通过这个剧本，他的出生点，他一开始的这个活动范围就不一样，那么他产生这个江湖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接下来这些玩家他要去选择自己加入的门派，那么就不同门派他的风格和门规都不太一样，有的门派是门规很森严，他要求你
多事情能做，很多事情不能做。有的门牌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宽泛，那么甚至你做一些恶事，它也不会特别的规则。那么基本上就是基于这样的世界观来控制和规范玩家的一些行为，让玩家产生一个扮演的感觉。When did you first start work on Age of Wulin？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酒店经济上的工作的？就是这个项目的启动和这个筹备，实际上是在2007年大概就开始了。然后当时只是个比较小的团队，在设想做一款武侠题材的游戏，那么还不太清楚它要做成什么样。然后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就是我正式加入这个团队，然后是最早也是只是梳理一下战斗方面，还有一些数据结构方面的一些工作。后来大家一起在包括公司高层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觉得这款游戏应该是一个能够满足大家共享的一个产品，那么于是对它做了很多的标准上的改变，同时我们的开发方式也进行了好几次的更换，就是包括从底层啊、引擎啊，然后整个开发环境都做了好几次的更换，基本上是整个项目可以说到现在是做了有3到4年的，就是大规模的开发也有3到4年的时间了。怎么说呢？中间遇到过很多的困难，然后现在的团队从最早的20几人扩展到了将近200多号人，那么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我总的来说就是希望这款游戏能够一直的不断的开发下去，然后呢能够不断的给玩家提供更好的游戏内容。Are there any features of the game that you have planned but have removed after testing or did not have time to implement? 对游戏当中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功能是已经做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在开发的，可是并没有后来最终放到游戏里去？这种功能其实非常的多，就是很多玩点和想法都做好了，然后后来发现有些不太合适的地方就暂时没有开放。比如说像我们的经脉的这一套体系，然后实际上很早就设计完了，但是一直觉得它还没有，就是让第一它不是那么的好玩感觉，或者说呢就是它没有给玩家很多很新鲜的，就和其他游戏不太一样的刺激，那么没有想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进行开放。还有一个更大的玩法叫江湖体系，这个东西我们是一直在摸索，最早是做了一种就是非常神奇的一种玩法，就是你要和 PC 去搞好关系，然后他会怎么样。后来发现这个玩法做得非常庞大，整个游戏里面有10000多个 PC， 那么所有的玩家进去以后都懵了，就他根本找不到头绪。那么这种玩法推出以后，玩家也不会玩，于是我们又把里面的一些东西拿过来进行了重新的修改，包括还有像很多像劫镖啊，就是劫匪，不是劫镖，就是劫狱，然后还有像一些帮会之间的一些争斗的一些玩法，也没有是立刻的开放。那么这些东西会在后续的进行开放，更多的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然后让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足够有趣，我们才会开放。Last question. When do you expect the CBT will be ready to begin in Europe?您认为说什么时候在欧洲适合做预测？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不是说的很难把握的准，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提供一个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尤其是要面向广大的欧洲玩家的话，我觉得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一个语言障碍，因为酒精里面有太多的中国的文化和内容在里面，尤其是在文字上面的体现，还有相当多的中国的古文和文言文，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些文字更加精准的翻译成欧洲大家能够理解这种语言，同时呢又尽量能够保留一些中国文化的风味，那么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能过于的着急，应该还是要满足一个比较好的产品质量就可以向大家推广。